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人类绝不能忘了，世界是遵照神的意志运转的。 迪尔科内尔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回想起了一些旧事。好好干活，都别偷懒。 好好干活，都别偷懒。
好好干活，都别偷懒。啊，你也喜欢这本书吗？ 斯图尔特老师现在在干什么呢？
迪尔科内尔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